由赵丽颖、林更新主演的《与风行》目前正在热播。目前这部电视剧已经接近结尾，这部电视剧结局也是很多人关注的，一场惊心动魄的神魔较量，一场跨越千年的恩怨情仇。《与风行》这部作品以其跌宕起伏的情节、深入人心的人物塑造，为我们呈现了一场震撼心灵的三界传奇。它是一个蛮有参与感、蛮有情感的这么一部。造型，去让它融掉，有点质感的这种，压一下的暗黄。对啊，每一场戏想突出的人物的特写，想到觉得是特别美好的。用另外一个身份在看待自己对于角色的理解的时候，可能眼光又让他们更加开阔一些。大结局篇章，命运的洪流席卷而来。凤来，这位承载着深重仇恨与痛苦的凤凰妖兽，自虚天渊破风而出，一心向复仇之路疾驰。然而当妻子刘宇为他留下女儿沈黎的秘密揭示之时，其内心世界瞬间翻江倒海。残酷的真相让凤来震惊，更唤醒了他对家庭与亲情的深深眷恋。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凤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牺牲自我，以炽烈的凤凰火焰将沈黎与行止送离即将崩溃的虚天渊。他以生命的燃烧实现了对女儿生命的延续，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罪孽与痛苦的救赎。凤来的身影在熊熊烈火中消逝，却在沈黎的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。行止这位肩负三界安危的神明，始终坚守职责，甘愿以生命为代价守护苍生。面对虚天渊的浩劫，他毅然决然地选择献祭自身，以神力封印妖兽，换取三界的安宁。与沈黎共度的短暂岁月里，行止那深藏心底的柔情与执着得以释放。明知生命将近，他仍选择陪伴沈黎，以温暖的怀抱与肺腑之言为他带来最后的安慰。在生命的最后一瞬，行止坦然接纳命运，向沈黎深情表白，许下生死相随的誓言。他的陨落不仅是神明时代的落幕，更是对爱情与责任最崇高的诠释。以前合作过吧，演出不太一样，这种感觉。双强要谈一场恋爱，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就要我跟沈黎在一起，谁有不服了，不服来战，谁也不敢反抗。我们俩手拉手走了，哭懵了。到晚上，非常的虐心的一场戏。平时我们都在嘻嘻哈哈，但是在那一刻的时候，那个情感会更加的充沛。那你们觉得对方和角色最相像或者反差的地方？怎么讲，这个王爷呢，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这么一个人，但他同时比较有趣的是，他是一个女人，他身边的这些将领啊，还都是那种比较粗犷的老爷们儿，怎么样，这有一个比较反差的这么一个对比。因为我一看他演这种嘛，这硬撑的或者怎么样，就感觉就特别有意思。就要被对方看穿了，还要硬撑。被拿捏了，然后还是要硬撑。还记得拍那个《与风行》的时候，第一场戏是什么吗？是他带着我不顾众神的，是那个火球那个？不是，不是不顾众神的阻挠，带着我说我们就要在一起。然后这不行呀，天君说不行啊，你这样可不行。思考一下，带着一帮人在声讨我了。我说我就要跟沈黎在一起，谁有不服了，不服来战。一回头，刘老师说，哎呀，这可是就被打翻了啊，谁也不敢反抗。我们俩手拉手走了。因为导演说了，你这一帮人30多个人全倒啊。完，刘冠霖后来找我，我是个天津的，我怎么能他们倒我也跟着倒？他说我有点后悔了，但没办法，拍完了。这两个角色他们其实是一对双强的这种人设，有没有属于他们的名场面？分几个阶段嘛，在这个前期部分的时候，在这个人间的时候，名场面就是我们日常行云打动沈黎芳心的一些片段与时刻。沈黎是一种很要强，然后自己也是在灵界高高在上的这种感觉的哈，就没人敢对他这样。双方都是这种，原来都是捧着，对他也是，你也是，除了我以外，见谁见他都要行礼。那最终打动他的是什么点？沈黎真正爱上了他，一开始就爱上了。对，因为我们这有一个设定，就是这个神呢不能随便的谈恋爱，不能动情。你可以有感情，但你不可以动情。然后沈黎是知道他就很犹豫嘛，所以才会犹豫。我得离开他，我就不见了。还有前面也是，他知道，行云是个凡人，那算了吧，他早晚得死。
对吧？他就虽然喜欢，对吧？你的想法就是，但我希望他能好一点，就这样吧。各自有各自的命。对啊，他不可能去人这个凡人去灵界去生活。沈黎这位性格刚毅、勇往直前的凤凰女皇，面对命运的戏谑与亲人的离去，始终展现出无畏的勇气。当得知自己作为虚天渊封印的牺牲品时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，以保全三界生灵。然而凤来的牺牲改变了这一切，他以生命为代价赋予沈黎重生的力量。沈黎在承受失去挚爱的痛苦中觉醒，继承了凤来的生命能量，成为凤凰族崭新的希望。他以全新的身份继续前行，不仅传承了行止与凤来的牺牲精神，更象征着凤凰族在烈火中涅槃重生。然而命运的丝线悄然牵引着他与凡尘邂逅，与那位率真灵动为逃婚而来的沈黎相遇，两人朝夕相伴，嬉笑怒骂间，行止内心的坚冰逐渐消融。沈黎的热烈如春风吹拂，唤醒了他深藏心底的情感波澜。婚约原是行止为沈黎进行编织的命运罗网，却无意间成为他们感情升温的催化剂。大结局的时候，对两个人是那一天还是谈了一天。他也很辛苦的啊，从早哭到晚，哭到晚，每一场都哭。对，也希望统筹非常棒，把哭戏都排一天了，眼泪比白流，从早淋到晚上。对，哭懵了，到晚上非常的虐心的一场戏。就是动画电影有一种感受，平时我们都在嘻嘻哈哈、开玩笑、互相打趣，但是在那一刻的时候，那个情感可能还是会更加的充沛。对、因为那一场戏是整场下来、一口气儿拍完、所以那个情绪一遍一遍要求非常的连贯，然后也是情感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、是时候让大家知道，我们虽然一直互动，就是你戳我，我戳你，但是到那一刻真的是非常的有感染力。对，我们两个因为都各自有各自的身份和领域，那双强嘛，双强要谈一场恋爱，要直面的去面对自己的感情，可能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，因为身上还背负了压力，还有很多的使命需要我们去跨越，包括自己的颜面。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在当中的互动当中，其实就随着这个欢乐的气氛一直在逐步的增加。这次是继六年前就是楚乔传之后再次合作嘛，那这次再合作两位是什么感受呢？因为你就跨过了很多阶段，直接就可以说我们就在现场就直接可以去讨论这一次合作这角色。进组以前你就得拿出一个你想象中的一种表演方式了，对吧？你不能再去，因为角色也不同了，人物性格又不一样。然后那这一次我们去怎么样把这俩角色就演的说能相互融合吧、就是沈黎和这个行止行云，省去了很多步骤。尽管他极力隐藏身份，但行止对沈黎的关心与呵护，以及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习惯性举动，终究暴露了他的真面目。面对沈黎的追问与深情意问，行止的防线彻底瓦解，他不得不承认对沈黎的爱意已深深植根于心。三界突遭六名叛乱，虚天渊封印破裂，妖兽肆虐，生灵哀鸿遍野，身为碧苍王的沈黎是以生命守护三界安宁，而行止无法忍受失去他的可能，他毅然打破仙界桎梏，舍弃神君之位，斩杀六名，以凡人之身守护挚爱。在生死边缘，行止鼓起勇气向沈黎吐露心声，倾诉深藏心底的爱意。行止的牺牲并未终结其生命之旅，沈黎以秘法舍弃修为，经历百年艰辛，终将行止从鬼门关拉回。这份跨越生死的深情感动天地，也让他们赢得了共度余生的契机。在凡间，行止与沈黎举行了一场婚礼，圆了彼此百年的梦想。从此他们褪去仙神的光环，成为平凡夫妻，开启了令人艳羡的没羞没臊甜蜜生活。